有小可爱让我挑战一个不用胶带就能卷球的方法，木有错，只需要这个固体胶棒。方法也是超级简单，找一个平面的东西。你个老六，上次做火漆印章也是我。把固体胶涂上去，等待晾干。一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就又找了个盒子做了一个。都涂好后放在太阳下晒干。那个先说好啊，如果不成功可不能笑，毕竟这个方法肯定没有胶带好用。这胶呢，我涂了那么多的固体胶都哪儿去了，这也撕不起来呀，不会还是涂少了吧。继续。第二次晾干应该可以了吧，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胶丝，但是这也拉不起来呀，用双面胶试试好像也不太行，换了各个方向各个角度，这也太难了吧。哎，这里可以撕起来，我确定了，还是因为我的胶涂少了。看看另一个大兄弟咋样了，可以，至少能揪起来一小块，卷球也能对付着卷。就是吧，我咋觉着用这个卷球还不如撕皮解压呢。那你们说固体胶卷球球我这算成功了吗？